阿诺萨，今からすごいことっていい？这是我第一次圣地巡礼，见火影那个，因为那个算就是人为盖的嘛，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算乐园。那这个是第一次的圣地巡礼。大家好，我是远近，现在是半夜哦。第二天今天逛完秋叶原，那刚才去了那个浅草寺，然后半夜已经什么店都没有，刚刚要吃一些什么牛舌啊，或者是冻饭啊都没有，那只剩下一些居酒屋，不是昨天已经吃过居酒屋了。那我就发现，哎，这边有一间那个，我先边煮肉边讲，这边有一间那个烧肉店，它外面是写吃到饱，但是我进来之后问一下，他跟我说就是一个人没办法点吃到饱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都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我真的是很饿，想要吃烧肉，看到烧肉就想吃，于是这次 S 必须跑。一千元吃到饱系列日本烧肉篇 ，OK， 日本烧肉篇，那一千元就是3512的日币，因为它是主打黑毛和牛嘛，所以我就叫了一般的牛肉跟上等的牛肉跟特级的黑毛和牛，总共是3560，那再乘以1.1的税，等于是3916哦，超过我们3512的范围哦，纯点完就已经超过了啦。那我刚煮的是这种一般的牛肉，一般的牛肉这一款跟这一款应该是五花，这两个都是各490。所以这样是980日币。好，煮好了，煮好了，煮好了，加点盐巴。先吃吃看这个一般的牛肉，哎，吃起来算软嫩哎，然后就是一般的牛味还 OK， 7.8、7.9分。再来是五花的牛肉，哦，加了盐巴之后蛮好吃的，它那个油脂的味道有出来，我可以给到8分，可以给到8分。再来是390块的美酒，未成年不要喝酒了。我喜欢喝美酒跟清酒，今天喝了美酒。好，冰块比较多，偏淡偏淡，还 OK 了。再来是990的黑毛和牛，普通的黑毛和牛。我讲的都是没有加税的价钱了，以及最后这个1200块的上等黑毛和牛，我现在都拿下去烤了。好，1200的这个黑毛和牛，一般的。肉质很有嚼劲，然后牛的味道很重，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是，我刚刚不管是煮这个比较便宜的肉还是贵的肉，它都很顺，它都不会粘在这个锅上哦。有时候肉不好的话，很容易掉带粘在这个烤肉架上面，但是它都不会。我觉得这个是代表它的肉都相当不错。这个普通的黑毛和牛，我大概都烤7-8分熟，一点点的淡淡的血味，配上牛肉的甜味，非常的甜，很甜，嚼劲也很够。8.5分，8.5分，最后是我们最贵的上等黑毛和牛，1200块，来试试看1200块跟990有什么差别。这个好猛哦！我刚才一咬下去，它那个甜味，因为它是很有嚼劲的，它是没办法很简单的把它就是咬开，整块肉咬下去超甜，刚990也会爆出甜味。这个是除了爆出甜味之外，它有很棒的牛肉味在里面，它爆出了很棒的牛肉味。这个9分了，这个绝对有9分，这是我这次来日本这2天目前吃到最好吃的，比拉面啊，还有昨天的居酒屋都好吃。这边煮好第二块，我再吃一次给大家看。很有嚼劲，然后铁味够，重点是它的牛味非常重，非常好吃的牛肉的味道，真的很赞，真的很赞。好的，那都介绍完，没有办法吃吃到饱，有点可惜，不然4800块就可以吃这种牛吃到饱，其实会蛮爽的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这一次的 S 绿区华之1000元吃到饱系列日本烧肉之旅。
剩下最后两块，我跟各位讲，我刚吃到后面的时候发现，所以我特别煮了这两块给你们看，就是后面那两种黑毛和牛，因为我都煮到八分熟左右，七八分熟左右。如果你把它煮到大概五六分熟，像现在这一块，荧幕上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是有点偏红的，大概五六分，然后它会变得更有嚼劲、更甜。我先吃给大家看。你会明显听到喵喵喵的那个声音，跟在你嘴巴里面那个牛肉就是很弹性，嘴巴里面会感受到牛肉的弹性，牛肉在跳舞的感觉。原本那个我给到8.5分的牛肉，煮五分熟的话可以到8.8分，而且会更甜。再来是这个贵的，荧幕上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它侧面其实现在还是红的哦，把它煮到五分熟而已，它现在滴的汁也都红红的。这是1200的那个和牛，这个吃给大家看。五六分熟的话，一样会有那个酿酿酿，然后嘴巴里面会很有感觉，肉在跳舞。这个如果只有五六分熟，有点像黑尾鱼，有点像很好的黑尾鱼生鱼片，吃进去它就化开，它有点化开又有点弹性，然后重点是它很甜，然后它的牛肉味比上一重，所以这个如果煮五六分的话，配合整个吃起来会拿到9.2分，我觉得非常优质。OK， 那吃完了，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就点这样不会饱，要点吃到饱才会饱，有点可惜。但其实我点这样其实也是蛮饱的，再配一杯这样24块肉，而且后面的这两种肉都其实是蛮厚的，分量蛮足够的哦，觉得很好吃。这个1000块吃这个烧肉，我觉得比昨天的居酒屋还要超值。我在这边是推荐，我的吃东西就是依照我真实的想法，没有很好吃就没有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和牛，它叫烧肉和家，因为它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也没有比较偏僻，它也是开在商店街上，但是它比较后面，然后旁边都是居酒屋，那它又显得比较暗。要走进来，他要先从外面走一下下才会到门，所以他比起旁边开放式的人少很多，但是其实他的东西蛮好吃的，人虽然没有很多，可能因为来这边都是要喝居酒屋的啦，但是这边也有烧肉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那如果你两个人以上，你可以点4800的这个吃到饱，刚才这些黑毛和牛一般的牛都可以吃，会相当划算，而且很好吃。那我觉得我点这个量还不错，蛮饱的，而且不会像吃到饱一样吃到后面就会很腻，因为和牛这种东西吃太多，虽然很甜很有牛味，但是甜到后面就会甜到腻，你懂吗？好，那这是个 X 绿须花汁1000元吃到饱系列日本烧肉片第一集成功。好，我都拉面啊什么的吃到饱，拉面啊生鱼片什么的，或是烧肉，我可能都会分级啊，因为每一间不一样嘛。上野站的这个商店街叫做烧肉和家 ，OK。昨天的居酒屋店，我只能给到大概7.5分。中午的那个味噌拉面，我可以给到8分。这间而且人没有很多，我觉得可以到9分，而且好吃，烤起来完全不会掉掉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肉的残余啊，哦，肉都吃光光。那这次的挑战成功，我是绿眼镜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挑战企划，任何花多少钱吃什么的企划，都可以留言跟我讲。记得一定要按赞，按赞就是对我最大的动力。OK， 我是绿眼镜，喜欢这影片帮我订阅这频道，按赞跟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あのさ、今からすごいことでいい？这是我第一次圣地巡礼，见火影那个，因为那个算就是人为盖的嘛，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算乐园。那这个是第一次的圣地巡礼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后面就是看板。OK， 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好，我刚才就是跟了这个在地的，应该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哦，他们跟我一起拍哦，各种角度，然后我们一起扮那个熊猫。哎，他们 ，Thank you。I'm a YouTuber in Taiwan. Yeah, in Taiwan. Thank you. 好，那就是国民外交哦，国民外交。刚才他们的跟我的照片，我都放在这边。很赞，很赞。那昨天呢，就有看第一部影片就知道我是没有抽到这个老师，因为他有两款嘛，另外一款是女主角啊，我一直很想要那一件。他跟我说今天是女主角，但是我今天来看到还是 Waseta， 就是老师，所以我就跑去问店员，用很破的英文加日文比手画脚，最后哎、欸、他就懂我的意思，然后他就查，哎、欸、哎，Waseta and Baka。So I can choose. Yes. Thank you. 那就是两个都有，今天是两个都有。我刚才用了各种方法，终于问到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就要来买爆。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间哦，这间就是秋叶原紫龙天国的。那它里面其实就是很多的这种相关产品啊，大家这样跟着我走，就会看到一些旁边的一些相关产品。然后主要就是这种很多人家拿来卖的哦，超多柜，你想得到的动画都有，超多柜，整区全部都是。秋叶原很多这种店，那这是其中一家。
啊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鬼面，我现在就是要赶快来那个，我要去买剩下的东西，然后我要来抽我的花卡，希望抽得到，希望抽得到。昨天都是卫生纸，超多，我可以转八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我有八次机会。不错，不，不，不，来吧，兄弟。哎，这里，哦，应该是有一个红的，这个我就不用了。哎，抽中了，啊对。